被罢婚讯后，林志玲首现身四个没有否认恋情。近日，林志玲频频被传出与言承旭复合的消息，更被传两人已在巴厘岛结婚。3月31日，林志玲出席某活动，时连用四个没有否定传闻。她说：“我没有怀孕，我没有结婚，我这个月没有去巴厘岛，我现在没有恋情。”林志玲穿露肩礼服，林志玲抿嘴卖萌，林志玲打招呼，林志玲秀完美身材，林志玲。